你这边后边打一个萝卜光，这边打一个萝卜光，我后边我打的很胖，你说想拍摄都不能了。所以说这个胖人萝卜光基本就别打萝卜光，哎，尽量用暗影给它引申起来，完全让主光给它打的稍微面积稍微窄一点的感觉。另外啊，咱还是说到这个特写啊，我今天想到哪儿拍，这个叫特写，在中国，中国人像是就是考证的，考什么一级师、二级师啊，国家一级师、什么特级师，不管考哪个那个哪一级的那个老师啊，考试的第一个题就是拍一张证件照，人的标准照。你把人的标准照拍好，这张标准照绝对有水平，绝对是看你水平，就是灯光，就看你布光的水平和你机位布光它俩怎么结合。你就保特一级摄影师，也这张照片是不能少的，因为好多是国内哈、啊、有好几个人像摄影师，他没有作品，我只有一张标准照拿去参赛就得一等奖，为什么？他体现人像摄影师的一个功夫。下面哈、啊，我就把这张人像摄影师，就拍人像这个标准照的这个布光方法，三角光的布光方法，三角光在学院派里绝对讲究。这个学院派就讲究三角光，像三角光是刻画人物的，所以说我就把光布好之后，根据人的脸，比方说我这脸啊，我这边腮大，这边腮小，拍我的照片的时候，是要正面，但是呢，我相机稍微挪一点视线，本来应该正面对我，但是稍微挪一点点，稍微偏这边一点点，就把这边收了，这边马上对称了，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大小还不一样，对吧？好多人一个眼睛大小。像我嘴还有点歪，现在都是一笑歪，有时候不笑也歪，这个嘴。所以说我们人像摄影师就是让对方把对方的缺点隐藏，突出他的优点。有的人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，什么？我把小的眼睛稍稍往前一点，大眼睛往后一点点，你就不用后期 PS， 这个片拍的很好，很好。所以说现在我是拿着，我就在这个板上，我这个板我也不会用，我那个板我也给大家画一个三角光的布，大家一定把这个记住，这是学院的最正统的东西啊，好吧？试一下也许可以。小韩他没弄。他没带那个，直接写，我开车。可以吗？我记得他昨天应该去。嗯，这笔的可以擦掉吗？试一下你画那个，画上这个。他是用笔，用手指都可以。这个他是不是电脑没有拿？他电脑没拿，因为你先试一下看能不能看。可以啊，我这样啊，我先画一个背景。哎呀。可以，这是一个背景啊，就是我画的不怎么熟，这是一个人，然后呢，咱这个是个相机吧，这是背景，这是人，这个脸朝前对着相机拍这个人像特写。这个三角光，我先把这个灯啊，一个灯一个灯讲啊。三角光，补光灯。这是主光灯，在这拍过来。为什么叫三角光？就是这个主光灯打出来之后，这个主光灯在这打出来之后，通过这鼻梁在这边找一个三角区，这边全是亮的，这边来讲全是亮的。这个暗的这边有一个，就是颧骨这个三角区，主光灯打完了，然后这个位置。叫阳补灯，
汪当跟着一个洋武的过来搞一个过渡，然后阴补灯是跟着机位走，阴补灯我机位在哪儿，阴补灯就跟着我在哪儿，这个灯阴补灯可以代替眼神光灯，它是跟着我机位这么高，它就升了这么高，我机位这么高，它就跟着升，我机位降，它不一定降，就这么高就可以了。但是我这个机位多到哪儿，就阴补灯是在我机器的右侧。如果要是反过来的话，我主光灯在这边打的话，阳光在这边，这个阴补灯是在我机器这一侧，就来就跟着走了。这个阴补灯来说，它的光比作用啊，然后，如果这个后边啊，加一个龙卧光。先打这边的，就是打人物的右侧的轮廓光，这边是打左侧的轮廓光。这个轮廓光的高度应该在图纸上画有一个旋转的高度啊，这个高度一定要高过人的头部，高过人头部。我一般来讲是包括40公分到50公分高，这个因为这个已经够高了，一定要往下这么打。这么打的时候也有在模特后边，模特身就是人物的身后，这个打一个背景光，这个背景光打背景上的时候，打背景的时候它有背景的渐变效果。如果要是转过来打人物一个头发后边一个轮廓光，效果非常迷人，因为头特别女同志头发烫发，这直接打过来知道，这要是他就进。我是上相机在这儿，就是头发，它得稍低一点，它的头发是非常漂亮。小女孩就是这个光，在9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这种光，拍那个什么艺术人像的这光，现在已经不怎么流行了，这个。但是它是打背景很有效的效果。然后我一般，如果这边是一个白墙的话，它没问题的。如果不是白墙，我一般是在这个位置，我立一块。第一块的什么一个反光板、反光布，或者是铝箔楼板，就往墙上一靠，就是这个来一个这环境的补光，这几个灯亮的时候是环境的补光补过来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为什么说咱们就是说拍人像摄影我不需要很大摄影棚，这个光笔我就用300瓦光，300瓦光，但是我画的距离不一样，这个主光一定要是这个画的往后了，一定要往前，光笔啊，往前300，在300瓦，同样300瓦灯光的时候，我主光灯打在这儿的时候，我阳补灯一定往后撤一点，我阴补灯还得往后撤一点，我反光板这儿，造成一个强光从强到弱一个这么变化，一个弧线出来了，一定要出一条弧线，就是从最强光到最弱光有个弧线，在脸上有个过渡。这光呢，就是说，特别在拍全影料照片的时候，这种光布光方法非常重要。只要你把这种三角光学会了之后，那么你其他随意变化，你要时刻记住，你心中记住，我有天上有一个太阳，我屋里有一个烛光。阳补灯、阴补灯，什么轮廓光的、眼神光灯、发光灯，都是为我这个烛光服务，是搭配我烛光，配合我烛光。开车有一个司机，不能俩人同时开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个主光灯就等于你司机。我主光灯，我想拍这个人物，拍哪个角度，一定这个主光灯打好之后，再把主光定好之后，再布阳补灯、阴补灯、反光板、轮廓光、眼神光、发光。所以说，我就说这个三角光是学院派最正统的。咱们画油画都讲究了这个光线呢，画油画先把光线布好了，咱再画这个。临摹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头像什么的，对吧？先把这个光打好。所以说，我们只要记住一个三角光，这个最重要的三角光。我现在拍一个，我找一个片子啊，
啊，电脑好。我找一个片子啊，这个摄影棚里的一个最具体的一个。这是2005年在上海电视制片厂一个摄影棚里拍的，这个光线，这个光线很说明问题。在这儿给赵本山，赵本山给一个企业做广告，做广告。当时2005年吧，那时候没有数码，是胶片胶转磁，拍胶片转成磁带，在中央台播这广告。哎，赵本山在这儿。当时这布光的情况啊，我给你讲一下，看看啊。这地上这个就是背景光，你看打一下，有个渐变，是吧？然后这个主光灯在这边打过来，是一个很大很大一个布，后面是聚光灯打过来，这主光灯打过来，顶上是顶光、发光灯、顶光，完了每个格里后边都是那格里都一直灯一灯往起照，照把这个通透感。这个通透感打出来，然后这个你看这个光也是打这个角度，当时这个光没亮，这个光当时还没正式拍呢，还没亮，再往下看啊，你看，这个三角光看到吗？2005年他很年轻，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老成不像。这个光看，就这个位置，主光灯这刚才看到的人面打过来之后，这个三角光很立体，所以说把人拍的很立体化，用三角光是最有效的。你看怎么拍怎么是，对呀，怎么拍怎么是。这电影摄影就这么近，定一定要有镜头，就是这么近拍。看这感觉，这顶上一开灯也是亮，这就是容光光，打的容光光。这是拍他在床上睡觉，这个床是临时搭下来的，床我拍着半道的床塌了，上面让人搬下去了，就是当时情况，我就不说这事儿了。反正当时这拍下去了，在床上躺着睡觉，一直量量着量着睡不着觉啊，怎么办？药来了，吃这药马上就有药，无查阳了。这是做一个企业一个广告，这个企业广告你看这个里头，看这个特写在这个位置，看到吗？哎，他拍的是这么和谐，一直扬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最后一翻来翻去扑通倒过去，那床您是打没打好的，倒过去了。完后来重来，重新拍，挺有意思这个啊，这个企业，谁用谁知道嘛。这个赵本山创造的以立神公司，他给这个做形象代言，因为以立神公司从1999年开始一直是我给他拍，所有的从长影啊、北影啊到上影啊，所以他这些。整个公司的包装广告都是我拍的，所以给赵本山拍，高晓松啊、范伟啊，就这些人拍，所以每次都是我拍，这些事儿我都知道。但是这公司当然是倒闭了，现在倒闭了，我就不能说别的了。但是他倒闭是有一定的政治背景，这个公司不应该倒闭。但是我在这儿敢说了，回国我就不敢说了，就这个情况。哎，所以说这个，我就说这个拍起来，这就拍这个情况。这个三角光就是摄影棚的布光，我们大同小异。这摄影棚这不能再这完整了，这出来的这个，哎，就是我是说这个啊，这个一直一拍灯就是荣光光灯，我们电视台布光也是这样。这个顶上就是这一排啊，就是这一排有的，这一排灯绝对是荣光灯。你看咱们中央电视台这个两个播音员新闻版的，不管什么播音员一定要有一排荣光。在肩膀上有一个亮点，这个荣光光灯就是把人物和背景分开，产生一种立体感。哎，这光非常非常重要，这光。然后一定要有一个主光灯，如果光打平了就不行了，在屋里拍人像，光打平了之后，这人就不立体了，把人脸拍扁了。哎，所以说，但是有一种光特殊例外，我为什么讲呢？有一种光。就是刘晓庆，刘晓庆从18岁演到60岁十几，怎么拍？他已经当时那头两年他已经57、8岁了，怎么拍？当时化妆师是毛国平嘛，毛国平他是专门指定，现在他所有拍戏都是毛国平的化妆的指定。其实毛国平呢也不是什么，
特别好的化妆师，但是他就认可毛泽东，毛冠军的化妆。毛冠军是在上戏，上海戏剧学院就是化妆专业进修一年，但是他和以前搞美术的，他进修一年化妆，所以他整个经过我都知道，现在在北京办的什么化妆学校什么的，给他化妆。但是刘晓庆排戏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能年轻？他采用的是一种特殊布光方法，叫苹果光。就是我问大伙儿，什么叫苹果光？有没有懂的？苹果光，他布的是苹果光。所以说这里我介绍一下，苹果光就是把人包围起来的一种布光方法。从上到苹果嘛，圆的嘛，它的一圈全是光，正面全是光。这个光非常没有主光、辅光、阳补光、阴补光，特别平。这种平光把人的皮肤拍的就是特别细腻、特别年轻，一点阴影都没有。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啊，90年代的时候就是，大陆实行台婚纱摄影吧，台湾的这风格，台湾风格是把阳补灯变成了地灯。然后呢，主光灯跟阴补灯呢拉平，把阳补光放在地上，这个地灯就把人下面打白，也就是所谓的平光。平光把人拍得很年轻，很年轻，但是容易拍胖，容易拍胖，所以说呢，这是平光，拍得更年轻就用苹果光，苹果光就给包围起来。刘晓庆化完妆之后。拍的时候，对光，毛冠平亲自是拿那个表啊去校这个灯光，匀不匀，这是出来片儿。然后这张片子他的剧照，毛冠平要自己亲自去拍几张，自己亲自去修，一点点修，修完这张剧照拍的非常年轻。所以说我就讲这个光的作用是多大，光用好了能把50多岁人拍到18岁。对，从18拍到60多岁，全是光，就是不管是拍电影，咱们灯光一样。我今天来了，讲的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说，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，就是在实际拍照中啊，一定要把这个光看得非常非常重要。哎，这个光，我现在我画的图啊，这个图画的不太准，我应该有个标准图，我看看啊，有一个标准图，这是我一个学生拍的一个，他做的用电脑做的片子。这个装面灯我给你看，这个片子啊，就是你看这个效果，看见没？这个说他是为了化妆画这个图，这个婚纱照嘛。这个画的很专业的，他用电脑里画的这个哈，他没有，他为了达到亮丽的效果，你看柔光箱这个。影视灯加上柔光箱在后面打过来，机器在前面打的，这两侧加的是米波罗版，所以说拍出来之后这效果啊，像马上就是这种效果，是吧？你看这后面很亮，这后面很亮，看两侧，后面很亮，正面，你看这样从侧面拍出来，这边就很亮，这样。如果正面看的话，正面很柔和，这是光的作用，就是很米波罗版的反光板反着光，非常柔和，把人拍得很年轻。哎，所以说我们在拍人像的时候，一定要有个摄影助理在管这个事儿，就管这反光板的事儿，因为摄影师不能自己拍，还得拿个板子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所以摄影助理说，我再找一个啊，再找一个非常非常明显，你看着啊。给大家，我讲这些东西呀，
这就是刘晓庆拍的大风大清风云的主要刘晓庆的孩子，还有黄圣依，黄圣依的片子。这个小孩，这个小孩是中戏的一个学员，他对象给我当模特拍一样片，完了是我看这小孩挺好，让他拍一张吧。当时这个小孩拍一张，这小孩呢，他也是挺胖，他中戏为了考中戏，就磨把这骨头磨了，花了当时是九几年啊，不是零几年，零五零六那时候，磨了花了6万块钱把骨头磨了，为了考中戏嘛，很漂亮。完了胳膊说，王老师说胳膊还细点呢，我说只能后期做了这个。这小孩很漂亮，这个女孩是东方歌舞团的，现在叫中国歌剧舞剧院嘛，改名了，现在东方歌舞团一个北京舞蹈学院一个毕业生，在东方歌舞团舞蹈演员开始拍的，是咱们剧组男一号的朋友，是北京朝阳公园。我当时拍这片子的时候我什么没有，他自己找一个化妆师我跟你拍，我什么没有怎么办，一是因为我知道这光线的这些事儿，所以说我给他拍的时候我尽可能找一些光线比较匀一点柔和一点，这是在走廊里拍，看到吗，在长廊里头，如果在外面拍的话出不了镜头，光线非常匀，是吧，所以说这个对这个啊，拍外景的时候这个反光板，这个反光板米摩罗板，你看我为啥扫出这张片，就拍这个的时候，这顶上一个仰，一个撑，一个扫，白布伞就是把这头顶光给它降下来，要不太强了。当时就是这么拍，这个布光，咱们拍外景，咱们将来拍外景的几个人组合，拿着各种布反光板，咱们可以试验啊。等我下次来前，咱们可以搞一个活动，就是室外人像摄影和室内，咱们搞一个室内室外，咱们搞一次。要搞一次，你就是真正把灯光布上了。我这现在什么没有，灯光没拿来，什么没有。真正在室内布上光和室外这种反光板拍法，大伙儿会有水平，拍人像水平有很大很大提高。这个顶上有白布，这个顶，这是一个歌手汤潮嘛，《狼爱上羊》那个歌手汤潮，沈阳的这个。现在在赵本山戏里拍戏，你看这是我拿一个，这个不是用鱼眼，用1635头近拍，夸张。你看这小孩的胳膊很粗，我说你他挺有劲儿，我说你拿我的镜头，我给你拍上相。好，这个镜头15斤重，这400斤镜头，2.8万，他就真的举起来了，举起来拍。当时我也给他拍了一个。拍了这么一张片子，很轻，我就胳膊粗，这是一个，这就是光比较柔和，这顶上就是有白布蹦起来的，你看这种光线好不好？所以拍人要瘦的话，就是光线尽可能柔和。前面打的板子，你看从这个地方就看眼神光那种可以看出来，这是倪虹洁，一个就是做女人挺好的那个代言人，就是内衣嘛，剪什么什么内衣那个。这个减肥的什么做女人挺好，你看这个就是顶上有一个这个打伞，这个打的伞就是也是白伞，把这个人物啊，就是他拍是拍的人物半身嘛，就是把这个人物，因为外面晴天，你要光线上去的很难看，就是这么光线就是把人变成美的，就是一定用这个遮，该遮的时候遮，该挡的时候挡。这个都是在阴影里拍的，效果比较好。这个啊，我说这张片子就是我这张片子就拍2000分之1秒，感光度是10000，不是8000，当时用标准头拍的，这个威亚用的是锅一个大缸的，只能一把绳。2000分之1秒拍，你看这水珠已经凝固了，我光线2.0，感光度提到10000。这个上面有一个条线。标准标它过来，这条线，这条斜的线是控制着位置的。如果没有这条斜线的话，怎么办？就穿起了。当时在水缸里，一个蝙蝠要关下去，关下之后，它后面里面用牛皮，还有几个几何板做的，照着身形做的垫的板子，要不然人磕着这个水缸沿的腰能磕死了。
受得了。所以电影的那东西全是包装好，提前包装好的电板，就是故意往缸里扯。这边那个什么胡旋一早打的，啪一下拐到缸里了，就是整个这个情况。那当时就说我拍人像，就是白天晚上，就是我尽可能用高速快门来拍，最好是用大光圈拍，怎么拍怎么有理。这个我要看就这张，你看骑自行车走，摄像助理可累了，打个大伞跟着跑啊，人骑自行车他跟着跑，对，你怎么着拍戏需要，这边呢是轨道嘛，有摄像机在轨道上也是拉的，摄像助理是干的，那个灯光助理，那是属于大阳伞，属于灯光助理。哎，摄影助理，摄影助理管推摄影车，灯光助理管这个。他起，就起这段，这个啊，这就是这段。我说这个意思，咱们拍外景的时候，人像外景的时候，能有这种条件就利用这个，没有这种条件那没办法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咱也要想办法改变。你像这个是室内的，室内当然。这个是他坐在一个钢琴旁边，也没有，不是拍戏，我随便也坐了，我是坐过来，我就说拍张相。哎呀，王老师拍相太好了，怎么呢？当时这个交流过程，马上找过来，这个光线，这个不是从直射的，我讲的这个光啊，不是从阳光直射的那个玻璃照过来的，那种光线绝不能拍出这种柔和的片子。这个光线就像咱这个是，咱有棚出去了，对，光线在这边啊，这么打进来之后很柔和的光线。如果光线通过窗户直接打进来的话，我们在窗户外边一定要设一个柔光布，把这窗户的光线挡住，然后这种光才能拍上来，这光很柔和。这张片子啊，这是隔壁那屋拍戏呢，这是门中间有个玻璃，就是隔壁那屋灯牌挺亮，有个玻璃打过来光，他身后这道光是门缝，走廊的门缝都拉上来，只露了一个缝。哎，我看，我说好，我说没动啊，我说你看那边看戏啊，我只有这么两个光拍的，就是这后边是属于融合光，这个是对面窗户打过的光，这是当时拍电视剧叫。其实我很在乎，你现在腾讯网在那，新浪网在那播，2007年拍这个电视剧，其实我很在乎你，现在正播呢，每天一集这个。他是中国女猫王什么花泽民，他什么唱歌，他的音乐，在国内做的挺好的，不全拿美国来做的。后期各个频道就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嘛，就是好多他手下的他的工人都是美国人，吉他手啊，架子手啊，都是他，所有的他都是美国人。就这个女孩，你看中国女娃娃那喊跳起来像风一样的，唱歌跳那种摇滚乐嘛，那是当时很流行，但是特约在里边是客串一个角色，就是花泽林。这是那个一号，就是做女人挺好的这个代言。所以说我说这个片子很远，拿400镜拍的，很远，没有补光。我说别动，我离得能有，我看能有15-16米、17-18米的了。我就拿400镜定焦，在脚架上拍的。你看这顶光多好，这种效果啊，非常迷你的效果。后边你看，虚化前景，虚化背景，虚化。突出人物，感觉这男孩感觉真好。我就是拍这几张片子，现在他已经中戏毕业，现在在两剧组拍的，但是也不算什么一线，二线和三线之间这个一线，二线三线之间的对吧？啊，这个也是电影学院一个学生，这个是他俩都是电影学院学生，在我剧组里客串两个片子。这女孩是中国相声大师常宝华孙子的媳妇儿，现在这个女孩常宝华嘛，大伙都知道叫相声大师，对吧？跟侯宝林那个之后的一集，
孙子媳妇儿，这个男演员，他要不有他的照片，那男演员演他演太监演的特别像，说话呢，这个动作那个什么都演太监演特别好，这女孩不是去的男孩，当时电影学院三楼的阳台上我拍的照片，所以说我们在拍照片拍人像照片的时候，一定要尽可能的利用现有的条件。不是说我刻意追求，就是这两天能好能拍好吧，尽可能拍的好一些，利用阴影里的光晕呐、啊，在太阳光底下拍，真的怎么拍累死我也拍不出好片子，没办法。在太阳光底下拍，只能是用那种纱网的，到那儿看着剧组用那种黑纱的网，撕起来之后把光过滤一下之后再拍。或者是呢，有时候用那种遮阳伞，白色伞，哎呀，把人遮上点儿。所以说，我就强调这个光，拍人像要求就是软质和。这时候我拍的近一点，也是拿四百镜头拍这个景，我距离应该是5米左右吧，拍的。当时是阴天，你看着吗？我没加什么防光板，我什么都没加。在沈阳东陵那个。它的背景墙为什么那个紫色的呢？你看东陵这个陵园这个天安门城楼那色儿，那种颜色的墙成为背景，我拍的。我说你做几个动作，小孩还不会做，我拍下来，你看眼睛表现得多好。所以说用定焦头拍出的东西就是好。这个我跟大伙说，如果要是拍人像，我建议大家一定用定焦头。我这四百定焦头。当时我拍，你看这个是，当时我用的是那个一个老一代的17-35这个头，就是拍胶片这个佳能相机这个头，我拍数码，这个是应该是1D 麻克2，当时1D麻克2 1DN 新闻版的连拍这个拍婚纱照，那个商业照没办法，就是，但是。一定要，我要拍作品的时候，一定用定焦头去拍。你看这眼睛，前面是虚的，这眼睛，这头发是直的，手都是虚的，这感觉。所以说，我这强调这个机位的安排也是这样的。现在刚才我就讲的机位，我就不详细讲啊。人像控光法则、构图、背景处理、大光圈。现在我讲一个，抓拍时机，拍人的时候，我是这辈子我就跟人干着了，就是特拍人像，我镜头前面都是，我就拍，我就把我的经验体会，我也不按本讲啊，就把我的经验体会很实在的告诉大家，我拍人的时候，比方说我现在我是搞商务摄影，省部级领导人讲话，怎么办？你不能拿着相机上台前这个比划去，要是局长行，对不对？一般小市长、县长这行，台上讲话呢，我没拿相机在这个找跟前拍两特写，这行。省部级以上官员不准你上舞台不好，我拿我四百定定焦坐在会场的中间，这个过道的位置，三脚架下面，我随便拍什么特写。哎，这个长焦头，这个拍特写拍得非常好。另外，领导讲话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嘴爱歪，怎么办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要不抬头怎么办？他早是这么念稿，愁死我了！这班子没有办法。这时候啊，因为多年的拍摄经验，我也歪。为领导一上场说啊，往这一坐的时候，他肯定要看一眼。这时候一个连拍，唰就拍，肯定拍好点。等他真念稿的时候，你一张好牌拍出来，谁人拍不出来？他就我一副台，最后完事儿了。嗯，好，这样走了。他不能看一眼，直接走了。你的任务完不成怎么办？委托你拍一片单位，跟你要这个领导好的。领导到我们这儿呢，一张好片没有怎么办？所以说这是抓拍时机。我强调的拍人一定是机器准备好，拿起来马上，拿起来就有，点上就有。我为什么我喜欢用佳能的机器？因为它快。现在我用的是1D X，为了完成任务没办法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在拍领导的时候啊，
一定就是他入场的时候，一个把这一坐下，看看这时候很放松，开会之前一顿狂拍呀，领导这一拍，领导一顿狂拍，真正发言前呢，那领导往那一坐，不知道想啥呢，他那边讲话，这边领导口。我说我想点别的，看看底下录像的话，这没办法，这是观察。但是呢，你要把你的任务完成。所以说，领导讲话的时候也有一个啊，拍。比方说他，今天，我什么？出国日当午，你当午的时候，你外快门，这嘴老撅着。咱用中文，我不知道这英文怎么说啊？我最欠缺就是中英文。我这啥，一定要到一的时候，啪，我一个连拍。是我们的是的时候，啪一个连拍，对不对？他说八，说八的时候千万不能说八，这嘴张的老大的，太难看了。我说的就是一种说，就是人说话的时候，在有语气的时候，你的摁快门的司机，你要听他讲什么话。因为他这些公式化的稿他一定还有他的什么，我就把我经验告诉大家，就是他说到一的时候啊，说到十的时候，说到七的时候，一四七，你说吧，怎么都是微笑，都是微笑，永远是微笑，一四七肯定是微笑口型，对吧？五八，哎，这完了，你别拍出来，完了，这两天怎么拍怎么不能用。所以说，我说拍人像的时候一定要一个表情，就像比方说，我拍会议来合影，领导合影，这前要听你的。因为我们搞人像合影，搞人像摄影的，这拍照的时候，我们摄影师出去了，这个领导或者朋友谁来什么合影，你去了，你拍出来，有的闭眼睛，有的是不行。我把我经验告诉你啊，拍的时候怎么样？好没好？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好，咱们说一个字啊，一切向前看，前轻轻的前就完了，前一过去是茄子嘛，现在说茄子太土了，你改词儿啊，前才你一这样，你就要调节气氛，准备好了之后你告诉啊，哎，看镜头看好了，大桌啊，说前啊，一二三，前啪。一个人拍，所以说你的任务完成。